宝贝宝贝，你觉得妈妈像什么呢？我的妈妈像公主，因为很漂亮。我的阿妈像天使，因为她会煮饭给我吃。我的妈妈像厨师，因为她煮的饭很好吃。我的妈妈像天使，因为我关心的人会把我变得开心。我的妈妈像蝴蝶，因为很漂亮。我的妈妈像音乐老师，因为妈妈会教我唱歌。我妈妈像花，因为她会给我煮晚餐、午餐，还有下午的点心。我的妈妈像老师，因为呢，她教我念书。我的妈妈像美丽的女孩，因为我妈妈会帮我洗澡。我的妈妈像花，因为妈妈长得很漂亮。我妈妈是公主，妈妈会陪我睡觉。妈妈像花朵，因为她长得很漂亮。我的妈妈像猫咪，因为她都在地板擦地，很辛苦。我的妈妈像天使，因为我妈妈对我很好。妈妈像花朵，因为我每天都带花给妈妈。我的妈妈长得很像公主，长得又好看。我弟弟说我妈妈像公主，因为都会帮她洗澡。我妈妈像超人很厉害。